好，这个影片呢是要来教你啊，如何在你的 Word 档当中把你的图片放在你想要放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第一个哦，先以这个图片为例子。那如果我希望把这个图片放在上面这段文字的右侧，好，就像下面呈现的这个状态一样的话呢，首先第一步骤，我们先对图片点右键，然后呢，在大小及位置的地方点一下，点进来之后呢，看到上面第二个标签文绕图，然后呢，我们选择紧密，按确定，确定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图片啊移到文字的这个右边来，这样子，好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，第二个例子是这样子，它已经把图片放到文字的右边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它为了要让这个文字呢跟图片能够排得很整齐，所以你看到它在右边这个地方呢，都按了很多 Enter 键，它换了很多个段落，但是实际上呢是可以不用这么做的。那我现在呢就具体来操作一下给你看。那首先我先把这个图片往上搬，好。先把它搬到我不想要挡住下面这个地方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仔细看一下，它原则上是希望右边空下这一段。那我们先来数看看这一段大概有多少个字元，然后我就把它标起来，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表示说呢，它在右边要缩排16字元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游标点到第一行，然后呢，点选段落。那段落要怎么点呢？最快的方式来到我们画面的上方，然后在段落这个地方呢，点一下。点一下之后呢，在中间啊缩排这个地方呢，看到右有没有？右我们就把它改成16字元这样子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会让它右边啊就空下16字元的宽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把所有的段落给合并。这样子，合并。好，那么这样合并完之后呢，你就会觉得看起来就会比较漂亮一点哦。你就不用担心什么，就不用担心说以后如果这里面的字进行更动的时候呢，你就要重新再安排一次段落，那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图片拿下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。